其实中国人对机器、对机械没有很深的情感，然后对科技是有一种陌生感，所以以至于我们长久以来对科技的认知都是蓝色。我印象中，跟海报公司去说我们做一个海报的时候，大家最直观的一张海报就是蓝色，泛着蓝蓝的光，然后星空，然后是地球，是这样的一个，几乎所有的当时比对的时候，我们海报公司出来都是这一类的。但这个还是那个问题，不属于我们的文化，那是一个属于仰望星空面朝大海的文明的，而我们的文明长久以来几千年来，我们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。所以后来我在跟海报公司讲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往下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看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为什么我们的科幻片一定还要是蓝色。所以你会看到在影片中的呈现，我们会有更多的红色，包括青色，我们会用黄色去做补色，就是为了能够更多的去让我们觉得这个视觉呈现是让我们熟悉的，它有陌生感，它同时还是熟悉的。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始终去摸索。